特别感谢菩萨，要感谢我们的菩萨。现在都还没有违法情势，林警察。他本身完全没有，他跑六个行李在那边干什么？两个就可以了嘛。那警察比你来对拢违法的啦，嘿。没有啦，他那个烂背心的不是这样违法啦。很敢换啦。背心没有啦，他要跟我们民众要成民意原则啊。不啦，不这样。出来一堆下来吗？这个不是进政府机关，警察都在外面的，不能在里面的。他不能都出来啊。你别塞里来对啦，民众好好的，他来这么多干什么？你别塞比你大楼来对啦。他没有躲啊，他是。嘿，拢别塞啦。背心的。有状况才出来，他那也有躲。有拢警察的，拢赶快的。我放你正在进进出出啊，这个不叫躲啦。警察变成中国最大的保镖。对啦，变成在过门的啦。居然有这样看门的。等一下，大家一起冲进去。吴站长，你自己吐啦！我看你也看到快吐血了啦，快破病了啦。我们叶市长，你不要看着了。你这么大话嘛，实在。他绑架子。也掉不死啊！叫蔡衍明爬出来了，爬出来道歉了啦，朱龙啦，我骂完换组长标了，那你撞他，我不知道啊，交错都不懂啊，端午节到了嘛，绑粽子嘛，那个不是啊。你好大，你好大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你好大，你好大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等一下呢，我让他们坐，我慢慢走过去。那麻烦请到前方，前方都到。我们要准备好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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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所以我怕他再走过来，这边我挤不过来。你能坐？